Hello， 是江祖贤，已经安全到台湾了，明天早上10点，是，没问题，明儿见，拜。点啊，阿婆，康嫂搞掂咗，好犀利啊！粉红公，我系先停咗，我而家靠近去，系咁先咯，拜。 Hello， 嗨 ，Mr. Danny Morgan，Yes。 Wait a moment, please. 玉芳啊，你想见唔着班机号码无？无啊，就是这班啊。出来啊，来，出来啊！ 你还搁会认得我无？嗯，燕青啊，我是有英啊，你还认得我？玉芳，真久无见面。我好珍贵哦，还有13年无见啊呢。这位太太，燕青，感觉会认真。 林出来啊啦！燕青啊，欢迎你回来哦。多谢。刘天敏，我的助理。刘小姐你好，那我讲过电话啊，我就是老玉芳。你好。哎，歹势啦，这回我会送我平手的。拢同款，交好我就对了。哎哎哎，谢总，哎。 你在找啥哈？我的随行保镖，你检查。我来介绍一下啦，这位美女吼是赵小姐，伊是冰秋的特别助理啊。啊，这位是？我是冰秋的地方啊啦。歹势，我伫台湾无小弟。安尼，我应该就是燕青的好姊妹哦。 真是的啦，我离开台湾这么久啊，应该无什么好姊妹才对啊。啊，伊是我的阿姐啦。阿爹啦，金龙。各位，这是公共场所，为了阮祖先甲夫人的安全，阮要先离开这。有啥物话等等下平常再讲好无？阿爹，提高警觉。 是六星级的饭店呢，10星级嘛是同款。台湾在国际上有名的，除了平常设施以外，还佮有针孔摄影。对啊，那你讲小心无是本，不过做事一切拢无问题。嗯，阿爹，到我的房间甲你的房间，爱特别注意的是洗手间。是。 拍摄 ，Hello， 是江祖贤，已经安全到台湾了。明天早上10点，是，没问题，明儿见，拜。我今日刚出现，你看见未来有明仔早起10点开视讯会议。
谢谢。Hello， 点啊，阿婆？江少九电仔，好犀利啊！上香港，我系先断咗啦。我而家卡咁去，系咁先咯。拜。第三部门嘅护送，卡定未来高雄港尖沙咀 ，New China Town 嘅合约已经抽掉啊！拍摄啦。Hello， Hi， Mr. Danny Morgan， Yes， Wait a moment please。洪小姐，恁这位特助吼，实在是真有才华，应讲是吼大用之才。是讲哦，到底会晓讲几国语言啊？无偌济啦，差不多七八种尔啦。哦，啥？七八种，搁讲无偌济啦？像像我安尼规半世人吼，干那会晓国语台语，加一个台湾国语啦。对啦，冰秋啊，前面在车顶，敢不是给你提醒过？不过管恁较早交情安怎，迄拢是十几年前的代志啦。刷落来，麻烦你关心，请呼伊主席。对啦，在外人的面头前，咱绝对要尊重阿伯的身份。志良，虽然讲你甲恁妈妈、甲恁爸爸感情无好，但不过这并不代表你就会当叫我阿伯，因为伫我心目中。台湾文化，每一个人跟我无任何关系，所以讲，你上好爱给我主席才对。是，主席。报告主席、副主席 ，Mr. Danny Morgan 为美国 LA 打电话来，最后一次向你请示，纽约百货是不是作为股权，咱阿姨一定要抢到手。你来跟你某人讲，纽约百货的股权，我不准落入任何人手头。是。明仔载我会甲伊讲。对啦，你看哦，啊，自咱离别到即马哦，我看嘛差不多十分钟尔。我已经感觉讲哦，你阿英集团这生意真正是做了足大安尼，可能全世界拢有哦。差不多啦，都差也袂离台湾投资尔啦。紧啊紧啊，主席，你即摆来台湾，敢是要讲投资计划代志？当然嘛对，啊，主席啦，你放心啦，我会赶紧安排吼，你甲阮台湾上有实力的大丰开发替泰山你当组长见面，希望讲吼。四位，今仔阮主席才为北京飞香港，搁转机来台北，我想伊甲夫人应该真忝嘛，是不是应该先休困一下？有啥物话明仔载才讲。对啦，无闲先客气。对啦，对啦，啊你，哎呦，你看啦，阿家哦，我甲杨凤甲你嘞，拢是老交情啊，啊，较早哦，拢是叫冰秋甲燕青，即马杨凤讲要改做主席甲夫人吼，实在是，无紧无紧啦，啊，当然这情况会当改变，也毋过这老交情哦是袂变的哦。四位，请，啊，行行行，主席啦。你唔通袂记得哦，你有答应过，明仔载来阮家做客哦。请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甲主席提醒。安尼就好啦，安尼就好。主席，再见。主席，再见。主席，再见。实在足袂晓做人诶，一定爱人开嘴才知影要走，要若无，我想面可能想要留咧食暗顿啊。爸妈，无恁先休困一下，我先倒来房间整理行李。